回答我问题，你要不要配合？你没有那个可以配合吗？那我要逮捕了。那我到规定来了，麻烦你手出来。那我没有那个权利剥夺我的东西。我们可以通过你身上酒味那么重。我们先跟我回派出所一趟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没办法，想想这个没有办法。那我这样子我就要抢、啊，因为这是过失致死，我就要逮捕你。这个是有强制性的。你要配合我们，还是我直接逮捕你？你现在靠那个东西在我手上。对。你现在已经撞死人了哦。你现在已经是过失致死哦，我请你配合我们哦。我再跟你讲一次，你要不要配合？如果不配合，我就上铐喽。哦，我就照规定来喽。请你态度好。我态度很好，你一直跟我在那边 argue 什么呢？我在讲啊。那你不要讲了嘛，你可以配合我们，我为什么不能讲电话？你可以尊重吗？现在事情还没处理好呢，啊。对啊，你配合一下，你要不要配合？好不好？你要不要配合？你没有、那個，你先回答我问题，你要不要配合？你没有那个，可以配合吗？我们没有权利，我们有这个权利，真的啊。那我要逮捕了，好、哦，我到规定来了，麻烦你手出来。你没有那个权利剥夺我的东西。你要配合我吗？我们可以通过你身上酒味那么重。